可以了，够了。你不是喜欢红？这小子虽然跟我同父异母，但我可是很疼他的。你这小子为什么不结婚？这样重逢不是我的错吧？你爸爸千挑万选之后让你去做祭事吗？当时你跟我说你是没有家的孤儿，先离开的人也是你。肿瘤吗？我有可能会死吗？医生，存活率并不算很高。你想要多少？在我女儿长大成人能够自力更生以前，足够她花用的钱。一看就知道这也许是你能够从这最底层逃离的唯一机会。你说最底层？所谓的最底层指的是像你这样的人。我不想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结婚契约。